係化妝師 Angel 啊。咁作為化妝師咧，其實好多人都有問我咧，點樣先可以將個妝 keep 到成日都唔甩咧？咁如果咧想個妝 keep 到成日嘅話咧，咁最緊要咧就係要打好個基底啦。咁由最底層嘅護膚開始做起，咁個妝先至可以全日都係持久唔甩妝噶。呢支仙奴嘅活肌酵素滲透精華可以真正咁樣打開皮膚嘅吸收管道，強化肌膚嘅底層，由內而外咁可以改善到我哋嘅皮膚。皮膚細胞之間嘅空隙咧就只有70至到80嘅 nm 嘅，咁一般嘅護膚品咧就穿透唔到嘅，只會停留咗喺皮膚嘅表層。而仙奴嘅活肌酵素滲透精華就唔同啦。因为经过发酵后的原生酵素和藿香酵素分子是会分解到少过 80nm 的，直达皮肤的底层，将皮肤好的物质锁住，同时过滤和阻隔其他外来的污染物和有害因子，等整个肌肤底层只是保留重要和有用的物质，从而提供了强化、保护和保湿的作用。仙奴活肌酵素渗透精华萃取原生肌肤亲和酵素和藿香酵素，有极高的渗透力，打通吸收的管道，轻轻接一喷的分量，顺住纹理推开，很明显已经见到皮肤不同了。两分钟之后等精华慢慢被皮肤吸收，然后我们再做个水分测试，竟然提升了差不多 12% 的水分，皮肤变得滋润和没有干纹。在洗完面之后，第一时间就用这支精华接两滴在手掌，用手指尖慢慢推开，然后将多余的精华搽在额头和下巴上，这样就完成了打好基底的步骤。我左面咧系有用到精华，另外一边咧就冇搽到嘅。两面咧其实上妆都好明显感受到个分别噶啦。有搽嗰面咧上粉咧就好容易推开，但系冇搽嗰边咧就好明显比较干嘅，同埋都好难推开。尤其是眼尾、眼头同埋鼻翼嘅位置，明显咧系有棘粉嘅情况嘅。化妆师都有补救嘅方法嘅，咁唯有喷湿个粉扑再推均匀啲啦。咁但系咧就会比较花时间啦，同埋效果都冇咁好嘅。咁最好当然咧就系喺妆前打好个基底啦，咁就唔使咁麻烦啦。咁呢支产品咧喺万宁同埋仙奴嘅概念店都有得卖噶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